大家好，我是小朵，下去赶海了。今天天气很凉快啊，各个门派的电动车都来了啊，我们快下去吧。都在这挖蛤蜊呢，远处的小朋友，你敲着蛋，你牵着马，我没牵着马，我这牵着你呢。卖葡萄喽！你干嘛呢？我在卖葡萄啊。哪里有葡萄？这不想吃拿串要拿串吗？怎么卖的？2块钱一串。2块钱一串啊？哦、你想吃拿串要拿串？你这不行，你看前面那什么？啊？这是你大胖儿子。你手热。这我得收着。嗯，这个收着。嗯，摩尔罗你要吧，我要一颗行了。啊？哎呦呦，这叫啥？这叫，别看我个头小啊，你别欺负我。来玩的朋友，你们别进洞就抠啊！你像这样的洞，很多都是螃蟹洞啊，斜的这种啊，不是。这个啥呀？这整了个壳骗我。这地方看样子还有猫眼螺嘞，啊？哪边？这边，在这里。来了，哇、哦！这个肉真的不舍得捏它了都，都啊，又肥又胖，又肥又胖啊！快，这个水不让它展示，来吧，展示！你说他俩在聊啥？我不知道，他俩在聊人生吧。他得说你怎么这么长，他得说你怎么跟个圆圆蛋似的。哎呀我去，这个是真大呀，看这个大，比那个大啊、这个、大多了，比那个。哎呦，这个是胖啊，小胖胖。哎呀，无情，摄像机都刺模糊了都。无情啊，爽。哎呦嘿，哎呦好，啊，啊嘿，啊，两个，来这边还一个，来，这个东西可好玩了，我还以为这是个海螺呢啊，来，一个货啊，那边，哎、这边还有两个货，三个货，啊，来，哎，这个。这个肉太多了，来，看这个肉是厚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，这个也不熟啊，特别肥，这个夹着很肥，然后该说不说了，来，啊，包可以，这个包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哎呀，走你，超级解压这个东西，爽，啊，来，整它吧，整啊，嗯。这个胖，小胖多少多？捏它，啊！啊！我！哎呀，你真的是脑袋大脖子粗啊！这行动笨的像头猪呀！你这搞的命事啊！一把就被我抓到了啊！来吧，确实笨的像头猪，啊！来吧，展示。啊哈哈哈哈哎哎哎呦，你看这一个也很晶莹剔透的啊，这个涨潮了啊，上来了，看那边潮水都过来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拜拜。